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544集。今天接着给大家做传承系列这一支雷霆小队的五个产品其中一个 BOK 铁焊或者叫做隔板。那么大概先前给大家做这一款传承系列的美版大货呢，我原本以为应该是最近的事吧，看了一下日期，居然已经是五个多月以前，1490集。那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多更新了60集了，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迅速啊，一直以为是近期的事情啊，原来已经几乎是半年前了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。这边废话讲一下啊，我们小时候呢跟现在呢觉得好像越后面啊年的话呢越过好像越快。那这个我老弟啊就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，他说呢五岁的小孩过一年跟我们这种45岁的人过一年啊，这个对小朋友来说他的人生是过了五分之一，但是对我们来说是过了45分之一，所以我们觉得他时间过得很快啊。哎，好像听起来有点道理啊。当我们的人生呢越往后推进的时候，一年的时间呢就占我们的生命中的比例呢是越来越少的，所以我们会觉得哎，好像年越过越快了，对吧？那今天呢我现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是农历的8月15号，中秋节的晚上。那么今年的话呢，可能也是疫情的关系吧，就外面啊什么的感觉异常冷清，那我也没有特别想出去了啊，就在房间里头呢静静的给大家拍一个开箱影片啊。今天晚上心情颇为宁静啊，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晚上。那今天做的这款玩具呢，我个人的喜欢的程度呢还不赖啊，先前给大家做传承的时候呢就给这款 BOK 的评价呢还算不差。那么它一样呢附带了一个大锤的零件之一，这是锤的其中一侧啊敲击的某一个面，那一样啊，等五盒都开完的时候呢我会把它组合起来。那除此之外的话呢，它这一次相较于先前美版的这个传承大货呢多了一个这个锤子啊，这锤子的话呢当然你可以把它给我们这一次的 BOK 呢来做一个使用，在车型状态下呢我们一样可以把它安插在车子的内部，但是就会跟这个铁锤呢形成一个干涉，那所以你能二者只能够藏一个在里头。那如果说你真的就是硬要把它挂在车子外面的话呢，就只能够摆成这个样子。那其实这个锤子的话呢，它呢是给灵修之证的这个死火呢来做一个使用的啊，没有错，这个玩具已经是应该是有十年前了吧啊，灵修之证。而且这款玩具的话呢是只有日版才有，美版的话呢是没有这款 Voyage Class 的这个 Breakdown 的啊。那么它所附带的武器呢，当年的 TFP 的所有日版的玩具所附带的武器呢都是 Minicon， 它这个 Minicon 是可以变成犀牛啊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武器啊就是为了给这一款死火来拿一个搭载的啊，完全是可以搭载的上去。但是你是不是为了这个武器啊去买这个玩具，这个你要自己抉择一下，真的要自己抉择一下。那我们知道一下就可以了，武器的话呢原则上呢我还是会把它跟这一款 BOK 是收藏在一块儿。好了，前面多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啊，当然也有人觉得看我的节目就是喜欢听我讲一些玩具以外的事情啊，毕竟现在做开箱玩具的很多啊，那我只能说就是我有我自己的一个看法。那也有人喜欢看我在节目里头讲一些人生的鸡汤啊，不管是毒鸡汤还是真的鸡汤，那我都觉得说呢，既然叫做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吧，就是以胡夫汽车作为主角啊，变形金刚只是我们互相之间认识接触的一个媒介而已。哎，今天晚上为何如此多愁善感呢？哎，过一段时间再跟各位说吧。今天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负罪的事情。那这一次的是迷彩配色，我相信应该是会比较抢眼。大部分的，如果说你觉得它是军用的车辆的话，这个迷彩配色应该是比较博人眼球的。然后它的一个挡风玻璃是黑色，相较于这个透明蓝色的话，这一点是比较胜出了。那么 Odawa 的标志呢，它的这个是雷霆小队的一个 mark 啊，跟这个标准的博派标志是稍稍有点不一样。那么前方这个车子前方的灯啊，那个原本的美版是蓝色，它就变成了一个橘色了。
那上方的这个布盖的这个部分，盖这个帆布啊，也是加上了迷彩配色。整体来说的话呢，枪的配色也不同了啊。之前是水蓝色的一个透明件啊，就跟车窗是同一个零件的。那么这一次自然也是跟它的一个车窗是同样的一个配色。滚动性的话呢，先前的传承的这个美版推车的话呢还不错。这一次的话呢，不知道是我变形没有到位还是怎么样，还是说它这个轮胎啊，确实轮胎推起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滚动性啊，各位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啊，它推起来并不是很顺啊。然后先前的这个你看，这个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啊。那么其他的话呢，就没有多余的改模了啊，主要就是多了这个锤子的一个部分。那么呢，来示范一下这一款 Bokeh 的变形过程。那这一期的话呢，我们从车子开始做一个变形。上方的这个盾牌的部分呢，可拆可不拆啊，但是我们还是把它拆掉好了啊，可能看得比较清楚。首先的话呢，把这个腿部这个部件给翻出来，然后呢，这个油箱呢跟前方呢它是一个组合的卡扣的，这个地方把它给松开，另外一侧一样都有，把它整个松开，两腿给打开。再来的话呢，把这个这里给打开，油箱的部分呢跟大腿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结构卡扣的，把它给松开，然后呢翻折180度之后收进小腿，再把这个部分给改起来。另外这一侧也是一样的啊，先把这个后方这里给打开，然后呢这个地方挑开来，过来翻折180度之后收进小腿内部，放进去，然后呢把整个腿的话呢给完全的打正。再来的话呢，这块部件的话呢由上往下搓下来。这块部件的话呢，相较于传承系列的美版这个就比较松了啊，而且这个倒角处理又稍微好一点啊，没有那么疼痛感了，没有那么疼痛感了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进行车子这个上半部分。首先的话呢，把这两个轮胎的部分呢，假轮胎这样子折起来，然后呢往上面推出去到这里，因为到时候我们需要这个空间呢，把这个黑色部件给推上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先把这个车头啊里头整个给挑起来，然后呢两个胳膊的话呢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胳膊打出来之后呢，从这里，从这个地方翻下来之后的话呢，两侧这里两侧要先打开。打开之后的话呢，从后面看比较清楚啊。打开之后这两侧，就可以把它给推上去了。先推到这里就行了，先推到这里就行了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上方这个盖子往下按，按下去之后的话呢，从这个地方推出来，推出来之后推到车子的前方去，这个洞就出来了。把这头往上顶出去，然后的话呢，这里呢透过这个90度的角折下来，然后呢把这里面这两个灰色的这个洞啊，去对这两个凸这边把它给扣上去。那这个头的话呢要对准啊，要确实的让这个头呢给伸出去。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，这个头呢没有对准啊。好，那头没有对准，有可能是，等一下，是两侧卡口扣上去到这里。扣上了，不知不觉扣上了啊！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，一个不小心呢，你就把头给探出去了啊。但是呢，不要忘了啊，随时要把头抬起来，才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呢，你就出头了。那武器的话呢，这个一样可以打开，然后这个地方，我们把它套在手上吧啊。那我们这个哪只手？哪只手？好像两手可，哎，不对，它好像只能装这只手，因为你换另外一只手的话呢。我试一下，我从来没有把它换到另外一只手。我们试一下，换另外一只手的话，是不是要反过来握？对，换另外一只手的话要反方向来握也可以啊，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然后它的一个盾牌，那我们这一次就都给它换个手吧。盾牌的话呢，你可以折这样子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可以凸这一边，你也可以按过去，凸这一边都可以。所以呢，你是要以这个方做盾牌的外面，还是这个方向？做盾牌的，外面其实都可以，因为我发现它的一个合会跟说明书，写的是一个相反的一个方向。那我个人感觉吧，包这样可能比较好看一些，所以我以这个形象来做一个安插好了，这样把它给扣上去啊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头把它给抬出来一点点。那么呢，它的一个这个武器这个时候如果你闲没有手可以拿。其实它可以安置，它是可以当肩炮一样，安置在这一侧。当然，另外一侧也是有，两侧都可以安置。那我们就把它给放置上去。那这个大锤的话呢，各位知道，是属于它，也可以，当然它也是可以拿，没有任何问题。
甚至于说呢，我们可以把盾牌也拿过来，到这边，这边，我们把盾牌呢跟这个铁锤啊放在同一侧，看这个地方，扣上，然后让他拿这个锤子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如此一来的话呢，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雷霆小队以迷彩配色的一个 bokeh， 它的载具到机器人的一个变形过程。然后 Voyage Class， 但是它还是稍显还是单薄了点了啊，虽然块头很大，但是里头还是挺空的，挺空的。但是偷胶的话倒是还好啊，还是外观看起来至少还过得去，然后颜色也比较消光一些，对比先前的美版啊，这种绿色的话就比较反光的强度是比较强的。那两者的主要的差距的话呢，就是这个挡风玻璃，也就是胸口的透明部件啊，由水蓝色变成了一个灰色。那还有这个大锤是多出来的啊，另外最后就是这个了啊，就是有一个可以组合成一把超级大锤的这个配件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这个 bokeh 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卖点了啊。那可动也稍微讲一下吧啊，别又说我不讲可动了。这一次的话呢关节的话呢感觉比较松一些，相较于美版比较松一些，但是有几处特别紧，像我这个的二头肌，这简直紧到不要不要，这国中生等级，很久没有出现这个国中生这个比喻了啊。翻的时候呢几乎就是把这个地方给硬扯开来啊，这是这款玩具呢把玩起来的一个手感啊。还有这个啊，往前踢的时候是比较紧啊，就卡那一下是比较紧的。那可以说它的关节有些地方稍微紧，有些地方又稍微松啊，不如这一款这个美版的这个比较来的均匀一点。那可以说也就是一个做工呢就比较没有那么稳定的感觉了啊。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